你講下你張卓林會點樣保護環境得唔得？我張卓林會點啊？我張卓林會回收啲報紙，睇完報紙唔好抌落垃圾桶，直接回收佢。哦，好，校長。我諗我會運用我嘅影響力，去幫學校做多一啲環保政策，推動整體嘅一個環保嗰個意識，嗰個有長遠一啲嘅發展。好，做個綠色學校係嘛？好似你而家校服咁樣啊，綠色學校，綠色校服。好，唔該曬校長。